今天计划拍摄一些武汉火车站周边的风景，竟发现武汉也有一条无人驾驶的地铁。地铁五号线是武汉唯一一条无人驾驶的地铁，地铁内的车厢是纯白色的，车厢给人的感觉是简约又大方。我现在就站在地铁车头的位置，来感受一下驾驶员的视角。我曾经坐过上海的无人驾驶地铁13号线，给我的感觉，武汉的无人驾驶地铁车头的位置更加宽敞，视线更好。我曾经到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，我觉得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是最方便最快捷的，乘坐感也是最舒服的。每一位第一次来到武汉的人都会来体验一次这个无人驾驶的地铁，坐上这个智能化先进的列车，内心满满的都是幸福感。今天的这趟行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如果你有机会来到武汉，就来体验一次武汉的无人驾驶地铁五号线吧。Hankou Railway Station.